是呢，来看看，我们先来看这个民众党的柯文哲主席啊，他难道真的是还停留在那一页没有办法跨过吗？好，为什么？因为他的太太陈佩琪啊又在脸书上面帮他发文了哈。因为你想要知道柯文哲一些想法，从他的太太哈，你就可以看的这个就比较可以了解了哈。他写说啊，那段不堪回首的日子里面，真的要跟柯粉抱歉，人家不是以下架民进党为第一要务，而是盘算凹你去当小的。那个人家讲的就是国民党哦。他说不能赢，至少维持在野第一大党的地位，还能让民众党一蹶不振哈。他曾聊过，若这个侯柯配会赢吗？他说要很努力才有机会，这个他应该是柯文哲哦。那如果是柯侯配呢？他大笑说已经大赢了。所以呢，当时那个时候到底要不要蓝白合的时候的故事，陈佩琪现在讲给大家听了哈、哦。那这个，但是呢，哎。但是小年夜的时候，不是这位柯主席已经写了反省文了吗？他反省自己有错误的决定啊，哈，他过去一年是我人生重大挑战，是否参选2024，何时宣布副手人选啊？还有这个选战的主轴，每一项都是重大抉择呢，哦，那我也在自省个人是否做出了错误的决定啊，反省改进，认真工作哦、啊，是我们基本的态度。龙年我们继续努力，应该要龙抬头，人民丰收。所以小年夜的时候，柯文哲写的煞好其事啊，自己这个2024有哪些做错误的决定啊，哈，对不对？然后这个写了反省，结果他的太太帮他写了这个之后，显然那个反省好像就是一场空，呵呵呵，还是过不了那一夜了哈。啊，现在想想，可能觉得如果蓝白合的话，自己现在不会落的这个下场，是不是？那大家当然就昨天就有其实有问他这个反省文的事情，那柯文哲就说啊，不适合在大年初一的时候多谈这些事情，好吧？那也没关系，那他就不要谈好了。不过老实说哦，这个国运签的部分呢，因为各宫庙都抽出了一些国运签，那。当然很多这个宫庙为了怕这个引发就是大家不必要的一些担忧，所以都会把这个签尽量解释的比较好一点，对不对？好，但是呢好像也不见得哎，像是这个是三重仙色宫哦、啊、就是那个李乾隆董事长的仙色宫哦，那仙色宫也抽了这个甲辰龙年国运签，结果是我刚刚又有下下签呢，好，来念给大家听啊。官事悠悠难辨明，不如洗了且归根。旁人煽惑君修性啊，此事当谋亲弟兄。哎呀，这句话如果去年能够有人告诉一下那个柯文哲哦，旁人煽惑你不要相信的话，也许现在整个政局也就不一样了啊。抽出来这个签之后呢，仙色宫董事长我们的李乾隆哦，这个圣诞老公公哦，那在线上面对面还非常受欢迎的，他说他心情非常难过，一整晚都没睡哦，尤其是他觉得此事当谋亲弟兄这一句，朝野是兄弟，两岸是兄弟，所以神明是启示，希望大家能够和谐，各党派好好的来为台湾耕耘，显然不是一支好签，但是他也只能说希望大家能够和谐。那另外呢，这是白沙屯的拱天宫，竟然这个宝贝十九次才抽出一个签来，真的好像有点困难，是神明也很难决定吗？哈，道签，他说：“小智而今莫慢失，损人自损岂非痴？上天报应原无爽，风雨雷霆俱有私。”哈，我刚刚就是在那个事先在看今天的新闻的时候，我看到这个小智的时候呢，我就是突然想到那个小智哈，对不对？林志坚啊，而今呢莫慢失哈，意思是怎么样？还是要赶快回去写论文，好好的写，是这样吗？哈，那总之也不是一支好签啦哈，就是上天报应啊，缘无爽啊，真的是一定要这个存好心，做好事哈。如果你这个有恶意的话，真的
好，那个就是会有一些事情的哈。那另外就是台南的南昆生戴天府哦，抽出来的这支签叫做不需作福不需求，用尽心机总未休，阳事不知阴事事，官法如炉不自由。听起来这个签就不是很好的一支签哈。那当然南昆生戴天府昨天解签是说啊还好啦还好啦哈，不是太差。但是我今天仔细看了签文之后，哦，果然好像不是很妙。像有一个 FB 的这个网站哈，就是这个兴趣使然的解签师，他就说他看了之后觉得哦，心里心一惊啊。他说这是最凶最可怕的一张签，因为这个签里面讲的事情就是当时李世民游地府的那个由来，所以既然已经去游了地府，所以呢阳事不知阴事事了，所以很多事情真的是怎么做啊，就是如果好说好一听一点，就是怎么栽就怎么栽种怎么收获，但是如果怎么做坏事大概就会同样得到这样的一个回报哈。那这个民间信仰习俗啦，也不要迷信，我们纯粹只是借大家就是让大家参考看看啦哈。那另外还有就是这个白沙屯拱这个拱天宫的有一支签哈，来带大家来看一下，就是这个白沙屯的签哈。好，来，副总统赖清德今天是到苗栗白沙屯拱天宫来参拜，而且谢谢神明哦，这场选举能够平平安安。之后他也发福袋来跟乡亲拜年。今天是农历大年初二，我很高兴来到苗栗拱天宫参拜天上圣母来祈福。同时呢，叩谢神恩，感谢天上圣母保佑，这场选举能够平平安安、顺顺利利，也能够圆满成功。当然，更要感谢苗栗县父老乡亲鼎力支持，让我能够高票当选中华民国台湾第16任的总统，非常感谢大家。所以特别利用大年初二来跟大家拜年，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都能够身体健康、事业成功、家里圆满幸福、新年快乐、龙年行大运，谢谢大家，谢谢。好，其实赖清德他在跑公庙，今天特别哈，这个来到南部地区也是蛮受欢迎的，但是昨天台北的大龙洞保安宫抽的国运签抽出了第57手这个签哈，来，他的签文就是呢，万里求仙。意胜前青山重叠水连天，终寻隐到桃源洞，不觉回来做碧莲。当时解签是说啊，这个就可能就是有一些事情啊，可能是白费功夫，但是只能学经验。不过呢，黄阳明哈波基呢，他的看法就不一样啊。他说他一看到这首诗，尤其是前面两个字就是万里哈，万里，大家都知道万里是谁嘛哈，对对对，他就觉得毛毛的。那到底黄阳明怎么解读这个签诗呢？来听听看。是保安宫的这个签让人觉得我老实说我看了有点毛毛的。我看到第一个前面两个字就是万里哦，万里一看到万里你想到谁？想到就是赖清德啊。对，这不就是跟那时候那个什么武则天坐天哦，记不记得那个签你就会想到谁？讲到蔡英文。对啊，你看到万里开头哎呀，真的改朝换代，你就是摸，就是会抽到这个万里签。不是讲赖皮聊了，是讲说今天因为赖清德的警卫室的代号就是万里，对，所以万里寻仙，这个他这个签诗的意思就是你要到处去寻求帮助嘛，寻求高人的这个协助嘛。这如果今天你不是碰到困难，你为什么要去寻求高人协助？那这个仙也许叫天外飞仙，就是美国，我觉得这个怎么看就是这样的一个寓意啊。可是绕了半天，他还是叫你回到家里面去做。所以也许这个意思就是说，可能是要看美国总统大选的这个结果。保安宫，尤其过去民进党在这边曾经发生过一个很经典的案例嘛，就是苏贞昌
在这边发誓说他不会选第三次。嗯，哦，什么？我对新北哦，我对台北县始终感情浓厚，但我不会选第三次，有没有？嗯，然后最后他选了第三次就惨败。嗯，所以这个我们不得讲哦，这个不得不讲，这个保身大帝哦，这个保安宫的这个侍奉的这个主神还是非常灵验了。嗯，对，那他的这个签哦，你去网络上找哦，讲运图的话，解运图是坎坷，纯粹讲运图，因为他是讲国运。所以就是讲我们的中华民国的国运是坎坷的，那就是表示政府在施政上面也好，或者说内外可能都是交迫的状况，那其实跟我们原先的预期就差不多了啦。我们原本预估这个赖清德在施政上面就会碰到很多问题，因为毕竟比如说包括国会的生态，包括这个所谓的国际的情势，所以呢他其实还有包括什么能源，然后呢包括这个两岸的情势，包括还有很多的什么未来什么经济缺工啊等等的，都不见得是好的，所以这个就是说会面临很多挑战。那赖清德上任之后一上任就是许多挑战都等着他解决，可是这些他有没有能力呢？他得要去寻求很多的帮助，可是赖清德是一个会去寻求帮助的人吗？这就是问题来了，到底是谁能给他帮助？我想这个不管是前面的那个什么梦中说梦哦，就是他在梦里面讲呢，也许最后他就只能在梦里面祈求一切平安。我们再来看到，这是国民党跟民众党在总统还有立法院长正副选举的合作都是破局收场。接下来20号正式议事要开议了，那蓝白是否会在议题提案上有所合作呢？前立委孙大千就说，民众党里面主战派太多了，他们的战狼太多了，所以赞成蓝白合的声音都没有被听到，也难怪卢秀燕会找蔡壁如到台中市政府，这等于是帮了国民党一个大忙。就现在大家看到国民党跟民众党之间态势也还蛮紧张的原因，就是因为民众党内的主战派太多了，所以我们必须要在民众党内找到我们志同道合的这些组合派啊。就主民进，我不断的在强调说，民众党内还有很大的一部分的人是主张蓝白合的，不是没有这样的人，是有的，只是他的声音没有被看到，没有被听到而已。那么今天如果有蔡壁如担任这样的一个这个桥梁哦，担任这样的一个缓冲的角色，那么我觉得接下来这个国民党跟民众党的之间的关系当然就可以稍微和缓了，而大家就不会只看到都是主战派每天在那边放话，国民党的主战派放话，民众党的主战派放话，大家放来放去，最后不就便宜了民进党吗？所以其实我想这个卢市长做了这样的一个动作，第二个最主要的目的是他也是为了国民党本身的发展，就在未来的4年，如果国民党能够跟民众党维持一个，不要说合不合了，但是我们彼此有一些共同的目标，我们先把它实践哦。那至于说其他不同的到时候再讲，可是先把求同存异这件事情把它达成，然后在短时间之内，在这个蜜月期之内赶快的完成这些工作，那么当然我觉得卢市长这样的安排对国民党是帮了很大的忙。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我吃了2-3天，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因为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才让我认识到克斐尔益生菌，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你知道吗？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称它是神仙的礼物。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克斐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也因为这不是药，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选择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做好日常的保养，身体健康没负担。每日克斐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